这里是快乐大巴特别节目《快乐探校迎锦鲤》，名师永明堂是少儿频道全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教育品牌节目。我们将走进100所名校，挖掘500名宝藏名师，赋能青少年成长。本次探校来到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传统的承袭，科技的内涵，都是最顶级的智慧碰撞。可以说，青岛二中包罗万象。快乐探校迎锦鲤，立刻出发！恭喜小鹿姐姐成功找到前三条锦鲤。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三条外出游玩的锦鲤：体能锦鲤、科技锦鲤、学神锦鲤已旅行回来，请尽快找到他们。快乐探校迎锦鲤，祝你成功！现在呢，我要去寻找下一条锦鲤，名字叫做体能锦鲤。一听名字就知道，肯定呢很自律，热爱锻炼身体，体能不错。哎呀，我觉得在青岛二中走这一大圈呢，我的体能也不错。到哪儿找呢？应该去操场看一看，我还得找一位向导。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是不是正好刚刚带同学们上完课呀？对，我要找体能锦鲤，您能这个给我一些线索吗？当然可以了。首先呢，我们要带您先参观一下我们的体育课。好，然后呢，您需要完成我的武术体验课的内容，才能拿到体能。还有任务，还有考核啊？对，好吧。为了得到我这个体能锦鲤呢，这个我一定这个全力以赴的配合你，好不好？好。听说我们的这个就是特色选修课里还有瑜伽。哦，有的。嗯，我们不仅仅有这些常规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还有瑜伽、健美操、武术、游泳，还有网球，是吧？对，还有橄榄球。哦，对。哎呦，那真是这个全方位的呀。是的，青岛二中呢，它实施的是一天一节体育课，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的是选修课，周二、周四上的是体能课，对的，这样呢，能够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在。同学们一起进行一段段位长拳。
我的这个动作大家觉得还可以吗？同学们觉得谢谢大家那我算不算完成挑战了呢？同学们觉得小鹿姐姐做的好不好？好。哎呀，你们太包容了。同学们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彤彤老师说了，科创中心是最具科技感的地方。小鹿姐姐，听同学们说您过来了。您好，您是崔老师是吧？我是科创中心的崔春蕊老师。不，彤彤老师说了，科创中心呢是最具科技感的地方。我要找的呢是科技锦鲤。要找科技锦鲤。对，你来科创中心综合楼可算是来对了。哎呦，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那咱们边走边说。好。这个大大的银球呢，远的就看到了，它是一个这个装饰吗？它里头是一个球幕电影，其实就我们在里面四周都是屏幕，球形的屏幕，我们可以在里面观影。对，哎呦，太酷了。接下来我们去物联网实验室找找有没有锦鲤吧。好啊。物联网实验室就在二层是吧？对，在二楼，在我们的这个教室就是。同学们好。小鹿姐姐来了。哎，您好您好。我们学生搭建了这个物联网的硬件系统。这每一块板子是每一个小组设计的，他们上面还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把这个硬件搭建好了之后呢，他们又设计了相应的网页来进行展示。在这边。这个都是实采集的数据。现在的光照强度是39。这边也有他们做的一些小的项目，还有参加的机器人比赛，各种呢 app 控制的这个垃圾桶，现在这语音识别垃圾分类装置啊，有害垃圾，语音控制的，香蕉，厨余垃圾，再试一个，电池，有害垃圾，太棒了。这样打开，我们就不会弄脏手了，可以直接把垃圾放置到里。还有其他的机器人实验室，我明白了，就是去这个其他的科创教室看一看，对不对？我们继续去机甲大师的那边看看吧。好。老师好。小鹿姐姐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太酷了。现在你们是这个红蓝两个队是不是？是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听说你们这个社团是青岛二中的明星社团呀。也不算是吧。这么谦虚。我们现在在场上看到的是分为红蓝两队的机器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场上机器人分两种的，一种是这种是固定机器人，一种是那种带钳子的，它是工程机器人。然后我们这个是通过在这个场地上分为两队进行对抗，然后来完成比赛的。韩老师，同学们参加这个社团是不是特别积极啊？特别积极，我们的名额刚开始就没有了，秒光。对。我看到还有一位女同学，像这样的机器人社团是不是女生比较少？这位女同学也是我们20多人的一个社团中唯一一个女同学，而且特别优秀。是吧？你好。你好。我看还有
有无人机呢，是吧？嗯，这个无人机在整个这种对峙当中，它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双方是有基地的，它基地刚开始是这是这两个基地，对，那个红基地，红队的基地，这蓝队的基地，对，嗯，它基地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护盾的，我们需要这个无人机去护盾，对，它去破盾。我可以试试哪个？小鹿姐姐，您可以尝试着去遥控一下这台无人机。哎，好，那我学习一下。哎呀，好紧张呀！这个感觉设备呢都很贵重、很精密。这个是怎么来操作呢？首先我们 W S A D 分别是前后左右，然后我们。这感觉都是我方的阵营是吧？谢谢对方队友。韩老师觉得孩子们就是经过这样的社团，既有他们自己呢要设计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编程方向，然后自己来编程，编完成之后呢，还要能够用自己的这个编完成之后的程序来控制，并且要一起来合作，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任务项，对吧？对。那。明显感觉就是参加这社团之后，同学们他们培养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这个学科它涉及到很多的知识，比如说机器人、人工智能、机械、自动化、编程啊等这些科技前沿的一些领域，然后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课培养孩子工程的一些思维，以及技术研究的一些兴趣，还可以帮助他们把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对，就是真正的这个理论跟实际相结合了。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社团一共是有20多人，是吧？他们是会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难度阶层来进行学习和与实践，是吧？对，他们可以完全零基础的过来学习编程，就像我这样的吗？对，没问题。编程编不了，就编完了之后说完成简单任务项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特别讲团队配合。是的，是的。你分配到哪个任务，然后你完成好自己那个任务，大家是需要配合的。是的，是这样的。好，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谢谢。我觉得这么这个科技感和这个技术含量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科创课，肯定能找到我那个科技锦鲤。很抱歉，小鹿姐姐，科技锦鲤并不在我们这个里房间里面。但是我们学校有航模队，您可以去那里试试运气。
你看我就知道嘛，没有那么容易能找到科技锦鲤，海陆空都得让我找一遍，是不是？航模队，对，航模队。那你们这儿有两台无人机，航模队是不是这个空中编队更加这个酷，更有规模呢？还大是吗？很大，行，就听你的，我就去这个航模队看一看啊！谢谢谢谢韩老师，谢谢同学们，再见再见。哎呀，我就感觉孩子们呢，他们真的是源于内心的这样的热爱，而且呢，正像韩老师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社团呢，它是能够让孩子们调动他们所学学科的内容，并且呢跟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而且呢是需要多学科的这样一种综合素养融合在一起，并且特别讲究团队合作的精神。其实不但锻炼了他们的这种学科融合能力，能把自己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且他们还相当于提前进行了一个职业规划啊，好多在这儿学习的孩子到大学里头都学习了，选择了相应的专业啊。那我们现在就按照那位同学给我的指示，我们就去航模教室，是吧？同学们，你们好。小鹿姐姐好。老师好。小鹿姐姐，这是我们航模队的负责老师戴健健老师。戴老师好。哎，您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同学们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和训练？我们的学生现在在飞的是一个叫无人机的任务飞行啊，穿越这些障碍，有的是拱，有的是环，完成这样任务的话记一个总时间。哦，就是这面是任务区是吧？他们可以这面有高的矮的，还有呢可以这个绕飞的这样的装置，对吗？对对对。那就只有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室内训练好了之后，他们慢慢才能到这个室外进行放飞，对不对？室外的项目是另外一种。哦，不一样。墙上我们这些飞机就属于到室外训练的飞机。这一看明显就大呀，而且是这个带这个长翼的是吧？哦，明白了。这个室内训练呢，就是操控无人机。对对对。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航模社团队长是哪位啊？队长是后边这位。哦，一直在这边默默操纵遥控器的这位是吧？你参加我们这个社团有多长时间了？参加三年了。三年了。他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在天上自由地操控飞机。然后能感受到在天上那种自由。我能不能稍微学习一些简单的呢？可以啊，可以。这家可以让小鹿姐姐试试吗？音乐这家吧。这位是这个女生，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航模社团当中女生也比较少啊？相对较少。现在只有两名女队员。这些这里是那个升降，然后这个是前后左右。天哪，这要摔下来怎么办呢？这个不打人不会很疼的。您放心飞，他们会修。真的，这太紧张了。启动是怎么启动呢？启动就是先往上一下起桨。然后就是桨先转是吗？然后再往上一下它就可以起来。先起桨然后再推起来。对，再归中之后再掉再掉。然后右手就前后左右。过去了。回来，对。别碰到那边。降低一点。对，它得转过来，是红的。红色朝前是吗？那怎么转呢？左手转一下，对。这样的。对，现在往左移，右手往左移，现在往前移了。右手往。对，右手往左移。哎，我看见锦鲤了，看见锦鲤了。看见锦鲤太激动了，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锦鲤吗？得请求我们队长帮忙了。找到科技锦鲤了，也感谢我们刚才机甲队那位同学给出这么准确的信息。
我呢特别期待看到我们航模队呢能够拿这个大的航模器在室外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同时呢，也祝愿我们所有航模队的同学呢，梦想也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哎，小鹿姐姐，这是我们学生发展一处的马主任哦，学生锦鲤的线索很可能就在他手里。好的好的，崔老师再见。小鹿姐姐再见。马主任您好。您好小鹿姐姐。你好。哎，您好，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再见崔主任。哎呀，在青岛二中呢，我的这个向导是一位又一位啊。那想问一下马主任，您是学神锦鲤的拥有者吗？学神锦鲤有没有？我们一会儿还要去教学楼里边。我就知道，我不可能那么容易的就找到。那想请问一下马主任，我们青岛二中呢，一直在这个课堂改革和创新方面呢，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是这样啊，这个学校呢一直坚持这个质量为中心。那么我们在教育教学当中啊，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前进和改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倡这个创新。2023年呢，我们成立了一个科技创新班。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班级呢，就是依托于咱们刚刚崔主任带大家参观过的这个科创中心。对，在我们里边有好几十个这个前沿的先进的实验室。是的。那么我们依托这些实验室呢，然后再结合同学们的现有的科技基础以及我们对学生提出来的学习的要求，带领这些学生开展课题科学研究，从而来提升同学们的学术素养。这样呢，我们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呢就能够很早的加入到这样的科研项目当中，锻炼了他们的这种动手能力，同时呢也提高了他们的这种实践能力，可以将所学的这些基础知识跟应用相结合。对对对，然后通过这样一些资源的整合，然后把我们同学在课堂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以及他们的生活的这个能力然后内化到一起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对，谢谢马主任，您介绍的真的是非常的详细。您还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神锦鲤在哪里？对，我的任务之一啊。对，我想呢，您可以到我们的行知楼上去寻找一下。知行合一，行知楼是吧？对对对对。好好好，谢谢马主任。好嘞，再见，小鹿姐姐。再见。我觉得呀，在青岛二中呢，学神锦鲤肯定无处不在。哎，同学你们好。哎，您好。你们好，你们好。你好，你是小鹿姐姐吗？对。小鹿姐姐。你们好，你们是高几的学生啊？我们现在是高三了。哦，都是这个刚刚上高三是吗？这个学习功课的这个压力肯定挺大的吧？确实有一点。我呢需要找这个学神锦鲤，你们就是吧？学神锦鲤啊？我可以是学神锦鲤吗？可以呀。那你说一说你为什么能够称得上学神锦鲤？因为我在二中这个大校园里，然后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并且从中学习到许多知识。哎，我觉得有道理。那你呢？你是怎么理解学神锦鲤？我觉得我们青岛二中每个人都算是学神锦鲤吧。你看，这就是青岛二中人的自信，对不对？但是呢，我只有找到我的那个学神锦鲤呢，我才能够解锁一堂咱们二中教师的名师锦囊，让更多的这个同学看到。你能不能给我点这个建议呢？
它可能出现在教学的教学楼里，或者说老师的办公室里。天哪，那咱们二中200多亩地啊，教学楼、老师办公室，那起码我就不用在这个室外找了，是不是？啊，不啊，学生锦鲤的话，我觉得在吴之海，咱青岛二中吴之海和永思泉这些也会有吧。完了，室内室外我都得找啊。嗯。那好吧，那谢谢你们了。没事，再见再见。小鹿姐姐可以给我们签个名吗？啊，可以啊。谢谢小鹿姐姐。这你的什么本啊？这是我的一个记事本。哦，先在这儿。嗯。今年就要，明年要高考了是吧？是的。祝你梦想成真。你的梦校是哪里呀？我梦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哎呦，好啊，太棒了！祝你梦想成真。好，谢谢小鹿姐，在北京等着你啊。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再见。比如说学生的个人的读诵还有齐诵，你在用读诵和齐诵的时候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一般来讲一篇课文的三四诵读应该有一种长江三叠浪的效果，我的每一次都应该比前一次有提升，然后这个提升当中有学生的比较，也有老师的导引，甚至是老师的泛读，否则的话他下一次读的没有上一次好，那么你这次诵读的作用就降低了。每一个教室都是这个朗朗书声，哎，看，这就是无用空间。老师们好，打扰你们一下。你们好，你们好，在开会和这个备课是吗？在集备。哦，那个我有一个这个任务，就是要寻找呢学生锦鲤，各位老师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下线索和帮助啊？可以，可以，好的。我这儿没有锦鲤，但是呢，我曾经穿过锦鲤服为学生们送考。啊，就是每年这个学生要高考的时候，您就会穿上锦鲤服是吧？对，嗯，只要是红色的。哦，还看到呢，我们老师们会用饮料瓶为孩子们摆出这种加油啊，各种这个助威的字样，是不是？嗯，我会发挥很多创意。嗯，锦鲤服，哎呀，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学神锦鲤，这边的老师能不能给我点线索呀？啊，说到学神，我们学校可是真是培养了很多的学神。嗯，现在呀，他们正好在祖国各地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呢。啊，是，您说的这个没错。但是我要找的那个学神锦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锁一堂咱们二中教师的名师锦囊。这位老师，您能给我什么线索吗？啊，我所理解的学生锦鲤可能不是反映在某个人身上，它所代表的呢，可能是指我们整个学校对培养学生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嗯，哦，那就是我们的教师发展处的张新江主任，可以由他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张老师好，张老师好。你好，主任。你好，主任好，主任好。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是教学相长，都说二中的这个学生比较牛，这个学霸比较多。嗯，实际上我觉得二中的老师更加牛。目前呢，青岛二中登记在册的一线教师有200多人，获得过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有253人次，这其中国字号的名师有7人，齐鲁名师有7人，然后我们的正高级教师有13人，省市特级教师有14人。嗯，然后我们的省市教学能手有45人之多。哦，另外一个呢，我们近几年啊，也是为了突出青年教师的培养，启动了一个1+1+N的超带动计划。嗯，还有就是二中名师的领航计划，这两个计划明面上是为了突出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们想借此呢来拉动骨干教师实现他高原到高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突破。嗯，而打造二中的名师队伍和强师队伍。嗯，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一些啊，所有的无论是二中的这个名师团队，还是二中的星光课程体系，为每名学生打造的近100门校本课程，还有近100个学生社团，还有高端的这种创新实验室，
另外呢，我们还有众多的校外实践基地，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在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所以我们自己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用三年达到未来孩子30年发展所需要的所有的基础。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平台。那所以回到这个锦鲤上，我觉得可能它不是具象到某一个人身上。谢谢张主任，谢谢。那就是好的学生呢离不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双主体育人，对吧？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学神锦鲤呢，它绝对不是说某一位或者是某一个二中的这样的团队，而是说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二中人，有老师有学生。所以呢我们的教学理念呢也是紧紧围绕着造就学生终身成长的这样的生命主体。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我们二中呢每一位老师呢那都是提灯引路育梦成光，那我们每一位学生呢他们也是坚持所爱奔赴山海目光而行，对吗？你说的太好了。谢谢谢谢。那我的这个任务就是寻找学神锦鲤。现在呀，我对这个词呢真的是经过各位老师的一番讲解之后呢有了另外的一层比较深刻含义的理解。可以把这个学神锦鲤给我了吗？谢谢谢谢。好，我终于找到了学神锦鲤。我们对于山东省青岛二中的探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学校对于传统的延续，将文化基因薪火相传，以及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呢，又将莘莘学子与智慧时代相接轨等多重教育理念，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下一次入校探访，我们又会邂逅怎样的校园故事呢？好，下面让我们开启新解锁的名师锦囊。3、2、1，开播。